乐团东城卫选在炎炎夏日午后在户外举行新专辑造势活动，即便这是他们第二张发行的专辑，但上一张专辑的收入似乎依然无法解救他们困苦的生活。其实我们在发完上一张之后，其实可以稍微过得好一点点，但是其实我们也习惯了那个生活，然后我们也缺非常非常多的音乐上的器材，或者是一些还有其实我们家里很多什么电器什么都坏掉了，所以其实还是过节俭一点好，然后这样才可以慢慢真的过得比较好。东城卫秉持对音乐的热爱，刻苦的发行第二张专辑，唱片公司因此寄出了若销售创佳绩就送上人体寿司美女当回馈，这可是让他们当场乐不可支。这次有那个你知道人体寿司的，我觉得喜欢在心里就好了，还是说不喜欢？对，但是我怕会有什么不一样反应呢、啊？不要穿太宽松的裤子就好了。当然会穿，我应该会穿很紧的 AB 裤子、哦。可越紧越紧越绷哎、欸！不会不会，越绷它就越不容易有反应。对哦。